喂 ，hello， 又翻嚟呢个谭冠啊，第三季第三集啦。系，眨下眼就十月份啦。眨下十月份咯。系啊，呢、這个风雨飘渺嘅香港。黐线啊，真系，唉。不过都要继续噶啦，大家继续努力啦。系啊，咁啊，日日都睇到啲嘢都好捻谷气啊。好捻谷气啊！即系虽然有啲振奋人心嘅嘢，但系谷气多过振奋人心啊。系啦。系啊，咁啊，大家都继续加油啦，保重啦，系咪先？咁就到上一集我哋几多月之前录？系咪九月份啊？都成个月冇见大家咯，有啦，即系九月份啊嘛，差唔多啦。咁都 OK 嘅 ，keep 住一个月一集，系咪？咁就月经式节目继续。我记得第一季系一个月一集，佢都系上季就好捻恐怖又。唔系嗱，因为第一季嘅情况系嗰时我仲未喺度做嘛，系嗰时我系要夹冰冰时间，我同你嚟录嘛。哦，系。咁啊，所以就第一季系会比较个功课期会比较耐啲嘅。咁今季就嗱，咁啊，好忙啦，周末系咪先？香港人都忙。系啊，同埋我自己个生意好好啦。系，多谢关心啦，大家。系啦，咁就即系有阵时，即系上咗嚟 Reg 先都上得少嘅。少咗，少咗，少咗，少咗。系啊，系啊，咁其实你都知道依度都自出自入噶啦，系小心啲啦 ，EV 系小心啲啦，依度一草一木都经过我手啊，小心啲啊，诶识听啊，识听嘅，识听明噶啦，至于仲多埋 CCTV 添，系咪先？亦都系经过我手喎，系咯，直达用咋，直达老共啊，小心啲啊，系真好惊啊，系啊，我又咁捻风流，系咪先？系咯，系啊。几多把柄喺人哋手啊你衰鬼风流到人哋听完都要同我一齐咁咪吹冷气系咧系咪先？不过都好啲，起码而家都唔使我请你食饭，系咯系你要请我食饭咩？喂，有噶，起码都两餐啊，不过我请过你食过几多餐？但如果占比例嚟讲，咪曼联对阿仙奴咯，8-2咁样，系咯得啦。咪做下功课先咯，我觉得系啦，系啦，都系嗰啲啦。系啦，咁就而家就讲翻波啦。英冠就打咗差唔多四分一啦。喂，开始嚟到呢度呢，就系每一队呢决定自己嗰个正确路向嘅时间啦，成日都话。啊，你讲得啱，呢个形容系比较贴切嘅。系啦，嗱，即系大家都唔系神啦 ，OK， 咁就。但系打四分一系有少少嘢可以睇到出嚟嘅。系啦，究竟我系想咁我即系嗱，可能又话自大啦。咁其实我睇咗咁多年波，咁就都尚算啊。我觉得大部分我嘅即系预测都会准嘅，系咪先？嗱，好似我讲列斯联下上一季就会死啦，系咪先？真系死捻咗啦。咁点解死？喂，我唔觉得自己讲错咯。啊，仲有一点啊，就系咧应该呢我系市面上最早一个讲英冠呢唔系高挑嘅大棍嘅波嚟。我都记得系。系啊，做下功课啦，你知唔知啊？即系有啲批评我人做下功课先。同埋呢，如果真系好在意任何人啦，如果真系好撚在意货金呢，我欢迎亲自嚟 Regasin 嘅 studio， 我亲自会 refund加埋车费，系，但系要有张单。嗱，的士就唔会俾嘅，系啦。但要单唔难嘅，八达通记录，系八达通记录，而家系可以自己 check 翻嘅，列印翻出嚟嘅。咁咧约个时间，我咧就会亲自去 refund cash 港币，系啦，系讲明港币，港币 ，OK， 唔系人民币都得，计翻汇率，2.1912。咦，过二啦，系啊，咦，系啦，欢迎啦，即系同埋有咩不满嘅，都欢迎过嚟揾我，系一齐讨论下，系啦，即系亲身交流好啲嘅，哦，咁 nice 系咪先？系呢样我唔怀疑啊，系咯，真系噶，唔系呢个真系真心嘅，好捻唔妥我嘅，或者觉得我系三面人嘅，系就真系。真系嚟，系咪先？同埋我都想讲一样嘢。我出埋车钱，即系有人就话你话系咁话呢个台，咁我就表示，
Tommy 系每一次同我见面嘅时候都系话紧呢个台嘅，而我都有份话埋一份嘅，甚至乎阿 Tommy 喺阿坟面前都系一直喺度插紧呢个台。无名都插过我啦，佢帮我同周啊，我借唔借抽先？但系好可惜，我而家见到无名冇嘢喎，你谂住有系咯？屌，搞到我好捻期待，一先啊嘛，大佬我搞到我期待唔到啊！屌。啊我好期待你同无名只抽啊！仆街，呢个先系 rack 先啊嘛！喂，有嘢嘅要提出啦，系咪先？喂，有嘢咪公开讲咯，有喂系做得唔好嘅就讲咯，冇所谓嘅。系啊，系咪先？我啊最惊啲人收收埋埋。系啊，系咪先？咁大家都知道啦。唉，有啲关于我嘅私怨就费卵事讲，好卵多私怨嘅其实。计啦，都卵多私怨。咁啊，大家都有啦，大家都中意搵个地方呻，咁啊，先咪呢个地方咯。好同佢讲过，唔系我上一季都讲过，好似即系我都即系有阵时我都想同其他球迷或者其他观点角度唔同嘅人讨论下，系咪先？咁即系可能喂，可能我错咧，系咪先？咁大家热闹啲嘛，系咪先？咁啊，横掂都香港都搞到咁咯，咁即系唔争再搵啲嘢分化下自己啦，系咯，唔争再分化下自己精神嗰啲啦。唉，好讲翻个。讲翻波先，好啦，讲翻嚟咯，系啊，讲翻波先，咁就喂，头先嗱，我就讲到话决策嘅地方啊，系，咁啊，点解会咁讲咧？咁啊，因为一啲球队咧，其实就原本冇 expect 过自己可以排咁前嘅，系，咁佢哋就会唔会谂下，究竟我系咪应该增强下啲实力，咁尝试冲过升翻附加赛咧？系，有一啲球队就会觉得，我就预咗自己咁前噶啦，系，咁我究竟需唔需要增兵，或者需要减低一啲负累，或者系继续明确啲争取一啲？自己 target 嘅分数去保住个直接升班位呢，咁更加有一啲中游嘅球队究竟諗緊，喂我系咪应该开始要諗一諗系咪会堕入降班漩涡嘅问题呢，咁样。咁有啲就sorry 打断，有啲就冇諗过自己会跌落沦落到咁啊，可以哈德斯菲尔德啦。係啦。咁啊呢啲好典型，即系年年降班呢，即係三队英超波降班呢，梗一队再焦啲，因为一两队系冚家产，系好似新德兰就一个好嘅例子啦。讲下新德兰啦，新德兰终于都炒咗领队 Jack Rosa， 系啦，终于炒咗啦，终于炒捻咗啦，系啦。咁其实有阵时系俾时间俾个领都系好事嚟嘅，但系我都系讲一句，如果你系喺呢个英甲里面系属于巨型班嘅。咁系巨型班都冇错啦，新人系喺影入同啲巨型班啦，算系巨型班啦。你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其实都系巨人系好多嘅。你竟然而家连头两位都冇，甚至乎咧嗱成绩一件事，甚至乎咧你系完全经过两季一季都多啲啦，唔系两季咁。对波都系冇 form 嘅，系我觉得佢系难辞其咎。炒系，我觉得上季尾其实应该都要炒嘅。喂，讲真啦，两三个转会窗班主哦，有科水嘅，有即系有支持你，水又唔系科好多啊嘛，英甲啊嘛，喂，讲即系已经系好。具竞争性嘅 budget 啦，即系一个合理嘅投资啦，系啦。但系你都搞成咁，真系喂，真系唔掂啊！所以而家炒咧就我希都未算话十分之迟嘅，但系都迟噶啦。系啊，咁而家就揾领队啦，咁就好多个名字啦，但系大部分都系啲喺低组别联赛打滚嘅人啦。咁啊最出名嗰个就系 Nigel Pearson 啦 ，Nigel Pearson 之前就带领李斯特城升班嗰位仁兄啦，大只嗰个英格兰嘅中路啦，咁就其实佢带领李斯特城升班嗰季咧，季初睇得唔好嘅，季中咧佢就好果断地变咗个阵式啦，咁就踢三中堅啦，我記得。咁就喺季尾呢其實就穩定咗成隊波，同埋嗰個結構出咗嚟呀，就奠定咗佢之後一季雲尼亞利接手之後佢哋嗰個奪冠嗰個基礎。嗱我唔知使咗咩魔法，但係李斯特城下即係嗰一年下半季升班之後，嗰下半季真係成績係非常之好，同埋呢
你係完全係攻佢唔入嘅。嗯，對波好硬，就係好韌。同埋當然啦，華迪係非常之大作用啦，係咪先？但係記得嗰陣時冇馬利斯嘅，冇 Cante 嘅，係冇呢個冇 Cante 冇馬利斯冇乜嘢，冇 Cante 冇馬利斯，總之係冇嗰個日本仔啊都。哦，系冇啊，唔捻记呢种叫咩名啊？嗯，系啦，咁就大概下半季成绩其实又净系计下半季成绩，佢系前列嚟嘅，嗯，系好捻劲，所以呢个领队就有啲料到嘅。传闻咧，佢会带埋我哋嘅传奇射手奇云菲纳斯一齐嚟，教新特兰咁啊。奇云菲纳斯就公分球员啦，就 number two 嘅，简直系英冠升班王啦、啊，即系逢亲要即系过往即系未退休之前啊，嗰、几季啊不断喺度游走一啲我叫做英冠豪门啊，即系谂住升班嗰啲咧就会揾佢噶啦，咁佢又过嚟坐 bench 嘅啫，但系出到嚟咧就永远有货交嘅，百名汉啊水晶宫嗰啲都打系啦，咁啊不过咁啊佢系其中一个 candidate 啦，呢个 Nigel Pearson 咁啊。另外就有啲有啲咩，有一个仁兄就叫柏坚信啦，唔系柏金信。啊、柏坚信就之前带保顿嘅，都有情有义嘅。保顿财困咁耐咧，其实佢都不离不弃嘅。嗯，咁就前季就带领保顿护级成功啦，喺呢个英冠。系 ，OK， 咁就好先生嚟嘅呢条友。嗯，我因为问佢以前教过柴顿嘅。我就問過柴頓球迷，我有個女球迷啊，柴頓 fans 嚟嘅，雖然係國內咁啊，佢話佢好好先生，好得人心咁啊，但係比較傳統啲英式嘅教練，一定要有條大鏟喺前面嗰一隻咯。哦 ，OK， 我唔 like 佢嘅，因為呢啲人即係我覺得冇唔即係為隊波帶唔到衝擊嘅，其實同 Jack Rose 有咩分別就我覺得係咪先？我唔贊成揾佢嘅。嗯，仲、有另外一個仁兄咧，就係叫呢、這個。长长啲头发几型嘅，叫呢个安斯和夫啊，介夫安斯和夫，咁啊佢又教韦金比嘅，喂，韦金比，嗱佢咧就打4-3-3为主，几型嘅喎长毛咁样，喂，长长啲头发，韦金比就因为财困啊，所以就变咗非职业联赛球队啊，咁最近都有单新闻咧，就话阿荷兰帮啊，系。即系古智啦、柏金啦，一众嘅前英超嘅球员咧，就谂住合组一个嘅委员会定唔知乜柒嘢，总之大家夹笔钱出嚟啦，就希望买翻韦金比喎。哦，系啦，咁我话唔熟韦金比啦 ，OK， 即系我都唔系好熟，但系呢间老牌球队，你可以嗱，你可以揿下嗰个领队个名，睇下佢嘅样啊，几型仔我觉得呢、這个系啊，安斯和夫嘅个样，咦，系啊，几不羁下，系啊，几不羁啊，咦，喂喂，几型仔喎、啊、件事，我想佢教嘅，系，我真系想，喂，有啲冲击啊，系咪先？即系我觉得而家。好多时啊，英冠球队要揾啲新进领队，其实都有好结果噶。嗯，即系你揾旧电池领队咧，即系冚家富贵噶。试下呢啲啦，不如系咪先？同埋佢打助攻啊。嗯，佢其实佢几中意高普嗰啲 high press 嗰啲足球噶。嗯，系佢嘅主力打4-3-3嘅呢个领队，试下咯，我觉得无妨嘅，系咪先？但系唔知管理层咩嗱？管理层其实拣领队咧，其实都有少少要睇。佢嗰个未来投资者一头嘅，嗯，之前传咩大二电脑有可能会收购新加坡，咁但系其实都倾咗两个月嘅，嗯，大家都好担心，佢成日话进行紧，佢就冇好 specific 咁样讲边同边个去撩紧、嗯，但系当然啦，大二电脑嘅财技师嗰几条友咧，其实都。已经喺英国咧注册咗一间公司啦、嗯，即系关于新德兰嘅，同埋咧佢哋都入到球场睇波啦。诶 ，OK 喎，但系点解倾咁耐咧？仲即系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系咪有变数咧？即系我、嗯、即系有啲担心咯。但系我觉得可能要睇佢哋头啊，即系佢委任领队呢个问题咧，我谂都同呢个新嘅班主都有些相关嘅。嗯，系啦，咁啊。即管睇下事态发展如何啦。嗱，头先都提咗有三个名啦。咁就第四个名咧都比较热门嘅就系呢个史颠道啊，德国佬。嗱，呢个史颠道咧，其实以前咧就教过德甲球会汉诺威嘅。
喂喂 ，OK， 咁就班士利咧就上季就请咗佢啦，咁啊升咗班啦。我觉得佢嘅套路都系咁啦，可能想学下之前嗰个大卫华拿啦，即系德国帮德国化，就可以用啲新嘅 training 嘅手段，或者凭住佢嘅网络去入啲价廉物美嘅可能啲德国嘅比较二线啲兵啊，或者其他嘅东欧嘅球员咁样去组队波。同埋即係大家都睇到有成果嘛，大卫华拿升咗班啦，大力克升咗飞德。咁啊呢个法兰克又带领洛维茨升咗班啦，系啊，德国教练啦。咁睇下史丁度会唔会可以又做返佢哋嘅嘢呢，但其实暂时就班士利就成绩唔好啦。咁啊其实都有几个原因嘅班士利，因为我都有留意下班士利嘅，因为上季英甲。咁其实今季呢，咁当然啦，有限嘅钱啦。OK， 咁有限嘅钱之余，咁佢又入咗好多或者用好多好年轻嘅球员啦。咁就太过年轻，因为有好多完全系冇英冠经验。哦，即系反而冇咗个领导或者核心。系啊，所以就即系个阵脚大乱啊，所以就变成咁咯。但我相信可能俾多少少时间佢或者啲年青球员咧，我谂会好好多。咁就冇办法啦，而家炒咗啦，咁啊新特兰就接洽紧佢嘅。嗱，其实赔率咧，即系新任领队赔率咧，日日都唔同嘅。系吓咁啊，有阵时佢又高啲，有阵时佢又低啲咁样。而家最热门嘅就系史丁度先系啦。寻日就柏坚信系而家史丁度，哇系系啦，都真系咁第一二日就呢个安斯和夫，系咯。咁我属于安斯和夫嘅，系横掂都系啦，攻下啦，试下全攻型咯。系啊，就千祈唔好捻柏坚信，系啊。你睇佢个样咧，佢都好捻立线，都好啲。柏坚信单新闻就。系啊，对生存出嚟。其实有阵时咧，即系中国人嘅啲传统文化咧，可能好多人唔中意中国嘅，咁啊，有阵时睇面上即系睇到啲嘢。好似上一集我即系有台嗰档报节目咧，其实我哋都讲过下啲黑警嗰啲嘢。系系咯，佢老母臭閪，田心嗰个指挥官个潘毅德，你有冇睇新闻啊？而家即刻揾啦，我哋。哇！你老母你一睇佢样就冚家铲啊，大佬系咪先？嗰个光头佬 objects 啊，系你睇下佢样就已经知佢猥琐啦，系咪先？仲有红磡嗰个咩捻嘢指挥官钟亚伦啊，我都扑街嚟啊！睇紧咗个样，你知唔知啊？系啊，潘毅德啊，我话先吓，揾唔捻系啊嘛？华碟都系啦，唔争在啦，边个毅啊？喂，即系有阵时睇到，你睇下嗰个柏坚信真系唔掂。佢又即系好似有柏金信证咁嘅字就系咪先 ？Nigel Pearson 就恶嘅，大只咁样，我觉得佢又压得住一个球员嘅。安斯和夫又不羁咯，系咪先？不羁就敢创新咯，系咪先？同埋我觉得佢作为待人处事系几好嘅。系第三张呢、這个啊，第三张隔篱嗰张呢个唔系呢个系啊，你睇啊，呢啲样根本系即系好似喺英冠打中坚嗰啲咩传统英式。英越咯，系啊，英越中间嘅，我哋会唔会话咩嘢欺凌啊？我唔会啊，我系欺凌。我而家讲紧有样睇球员啫嘛，冇嘢啊。系，但系都好好先生嚟啦，又咁快揾到佢屋企人嗰啲相嗰啲嘅，唔关我哋事啊，大佬系咯，唔关我哋事啊，系咯。哎，我快啲删咗佢，要作呕啊！见到佢。系咯，好啦，咁俾翻个另一个作呕嘅你睇啦，系啦，喂，即系唔好，我觉得即系都系作呕嘅，我觉得即系唔好，喂，可能即系佢会带领我哋虎碌升到班，但系我觉得冇唔会有唔长远啊，我系唔长远，唔长远，我觉得即系安斯和夫啦，第一选择啦，第二选择就 Nigel Pearson 啦，系咪先？咁啊，第三选择就呢个咩咯？史丁度咯。系咯，始终都唔入佢先吓。咁当然，即系你撇除所有喺赔率里面出现嘅名字，咁我梗系中意大 Sam 啦，系咪先？唔系金牌保证啊嘛，系咯。
即系莫耶斯就咪搞啦，莫耶斯真系冇嚟，莫耶斯都系啲闷棍苏格兰佬，系咪先？我觉得同 Jack Rose 冇乜分别。同埋你都试捻过啦，莫耶斯，冇搞啦。喂，传闻莫耶斯翻去爱华顿啦，哇！爱华顿而家护级啊，要阴公惊大镬啊，爱华顿，唉，拎住手咁嘅牌咧，真系仲要莫耶斯，唉，唔好乱嚟。祝佢好运啦，祝佢好运啦。翻嚟英冠啦，其实头先就讲咗好多名啦，喂。英冠呢眨下眼呢有四队波都炒撚咗领队㗎喎。嚟嚟嚟开始盘点下先。咁啊哈特斯菲尔德啦，头先我哋。喂，而家排21嘅哈特斯菲尔德。就炒咗嗰个咩史的维特啊。嗰个唔知乜撚嘢人嚟啊，炒几场啊，炒撚咗啦。OK， 咁而家呢就有个之前教 Lincoln City 嘅领队。呢、這个犀利啦，呢个我记得好似叫 Danny Crowley， 系啦系啦。点解我会识呢条友呢咁？系因为呢条友喺教非职业联赛嘅时候呢，咁佢曾经同阿仙奴咧就外借过几个年轻嘅门将。嗯，咁啊，每一场波都睇佢，喂，可以搞到我嗰两个年轻门将年年都拎 match， 即系全年最佳球员噶。系，跟住再加埋佢喺非职业联赛上面嗰、那个。嗰、那个成绩亦都系有保证嘅一个教练嚟嘅，咁啊年年都可以拎即系帮助球队升班啊，或者系令到当地嘅球迷觉得佢嘅表现非常之满意，系，亦都喺足总杯上面带领一啲非职业联赛嘅球队咧，曾经有啲好嘅成绩出现过嘅，咁啊，所以呢个 Danny Crowley 其实认真啲嚟讲咧，我认为佢系一个有料嘅教练嚟嘅。同埋佢唔係一个人过嚟，佢係成个团队掹晒过嚟，成个 team 过晒嚟嘅。所以你问我，我睇唔睇好呢一条友可以令到哈特斯菲尔德起死回生呢？我觉得总比起搵一啲杂牌教练嚟讲呢，呢、這个教练係有机会俾到惊喜大家嘅。嗯，嗱，我自己会咁睇，呢、這个 Danny Crowley 绝对唔係话随便便搵返嚟。咁一揿下睇佢个样点啦，睇下啲面相。我睇过嘅个样，咁几学院派噶个样，几学院派噶。等阵啦，唔系啲老土人嚟嘅，嗯，即系佢，我觉得佢就同可能同温尼茅夫领队，即系嘅嗰个何为咧，我觉得都系有啲新嘅谂头嘅英格兰领队咯，系、都需要嘅，其实英格兰。系咪先？咁而家有咁多新人出啦，即系都可以撑住个鸡头国家队。咁其实都多啲领队选择都系好事嚟。画面右手边嗰个啦，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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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咁就嗱，除咗哈德斯菲尔德啦，咁啊，仲有几队波啦，都炒咗领队嘅。咁啊，班士尼咧，头先讲过，咁啊，班士尼都系一个护级漩涡度啦，23，系啦，咁啊，炒捻咗史甸道，咁啊，暂时未揾到适合嘅领队嘅，就看守领队，暂时都仲系，系啦，咁啊，雷丁咧，我有少少啲眼镜啦，因为上一集咧，我就话雷丁咧，因为佢改咗个踢法，同埋入咗唔少啲有质素球员咧，可能会有啲成绩嘅，但系咧，哇，嘣一声，即系连续几场都。惨喺引导啊！即系个赛果咁咧，佢嘅葡萄牙领队呢个何西高美斯就俾人炒鱿。OK， 咁就暂时嚟讲都系冇新领队嘅，仲未有啊？未有。咁我都我唔知培率点睇啦，我未睇到，你可以 check 下培率系咪先？有咩系比较热门啲嘅领队啦？先。咁啊，仲有另外一队呢个烂仔，即系烂仔球队咧。即系喺英格兰心目中都系一个烂仔球队，呢、這个米和尔咧，妙窝都系炒咗领队嘅，炒咗呢个夏里斯嘅，又系揾紧新领队。但妙窝其实你睇翻个成绩又唔系话真系差到咁，不过就觉唔通佢觉得自己对波有机会上去，即系呢个难讲、啊，自己揾唔到条轨迹去睇佢、啊。嗱，真系对呢队波冇唔系话太有深入嘅了解啊。所以真系就唔乱讲啦。费事乱讲啦。我啱啱 check 到啦，雷丁即系都有啲比较大啲嘅名啊，新领队舒活啊，哦舒活，纳克晓士啊，哦晓士哇，坚尼啊，吓呢啲都系
或者曉頓啊，嗯，呢都傳過喎。咦，都系向啲大名进发喎，柏兰迪你都传过喎，意大利佬，哇，咁咁边张？苏金宝都传过，诶，苏金宝队队都有传，苏金宝队队都去倾，苏金宝诶、原因系因为诶嗰间球会冇粮出俾佢嘛，系原因系咁样而走佬嘛，文斯菲特啊嘛，系啦，咁啊，所以啊，苏金宝系一个。是一个选择嚟嘅，我只系讲系一个选择。咁就米和伊啫，即系唔知啦。米和伊而家又排紧第十五位啦，即系不生，即系不生不活啦。系咯，其实我都觉得佢系咪有啲仓促咧？仓系咯，即系我自己揾唔到个轨迹。嗱，你见到雷丁啊、哈特斯菲尔德呢啲真系要救命噶嘛，要即刻做啊。嗯，但系佢又真系好似未必需要喎。认真嗰句，睇下点咯，可能即系咁样有把炮咧，系咪先？佢可以揾韦斯噶，韦丹尼韦斯，丹尼是韦斯。哦哦 ，Wells，OK。以前佢踢过米和尔噶嘛，可以再揾韦斯翻嚟。韦斯都癫噶嘛，吓癫场。喂，英冠已经多癫佬噶咯，仲你都讲。唔系，但系其实今年比较闷嘅嗰啲领队，上年精彩好多，嗯，系咪先？咁今年比尔沙都收敛咗好多啦。又冇讲咁捻多嘢，未到顶嘅。今年个成绩未到可以。系，因为大家去睇一睇个前线，其实咬得相当紧。喂，讲开比尔沙，列斯联而家排第五啦，咪而家传紧佢帅位不稳、哦。系啊，同埋亦都传紧阿仙奴呢边会有动作，因为系啦、啊，因为咪借咗 Nate 过去嘅，要收翻啊。据闻阿仙奴就唔满意嗰个 Nate 冇乜点，佢冇试过正选上阵啊，系全部摆后备啊，同埋踢完一场后备之后，第二日就即刻俾人掟去踢 U 廿三。系啦，所以阿仙奴一般嚟讲，据闻而家就对嗰个运用方式好唔满意。系，咁就因为佢借嘅时候，佢条款嗰度有一月终止嗰个条款喺度啊。系，所以阿仙奴而家系谂紧可能会挞着呢条条款，挞着完之后，咁呢个球员会借去边度呢？就借去直接竞争对手，而家排第六位嘅布里斯洛城。哇！因为布里斯洛城。之前咪同史笃城借咗艾科比嘅，嗯、结果艾科比系重伤嘛，嗯、大家都知道布里斯洛城系最中意借阿仙奴嘅 DNA 嘅人噶啦，所以 Nate 同埋季初嘅时候，大家如果冇忘记我讲过，其实布里斯洛城系同列斯联争紧边个借佢噶嘛，所以佢而家佢都仲系好有兴趣，所以其实呢一单嘢系有机会喺一月度发生嘅，咁啊、嗯、到时就精彩啦，咁啊真系。咁啊，其实列斯联除咗佢呢啲嘢就冇乜点用之外咧，嗱，佢路飞咧杀上季入好多波啊，嗯、今年死晒火吓、啊，今年死晒火，系啊，咁当然啦，有伤啊，但系我觉得佢前线咧系有少少，嗯，即系个前锋啊个箭头位系有少少问题，班福特。而家即係仍然係用緊班福特，當然佢都有，即係佢都有一定嘅貨架，但係、嗯、即係冇咗上年咁鋭啊，最尖嗰把嗰個刀。嗯啊，咁呢個我自己會覺得就係、是、其他隊都適應咗你踢法嘅，同埋、嗯、今年其實列斯聯係咪真係踢翻個四後防咧？因為上年其實好似係踢三後防咁樣噶嘛。唔係啦，其實佢四一四佢係咁樣擺啫，但係其實佢嗰兩個。佢嗰兩對集，佢一對集都係踢翼咁撚樣啊，係咪先？但係佢上屆下半季就已經開始冇推到咁上，冇 press 到咁上啦嘛。講緊咗好撚多次啦，呢、這個即係咁嗱，你冇喎、啊，咁當然啦，佢不嬲都係靠中場入波啦，係咪先？咁嗱，你希達哥斯達其實佢暫時未用入咁球隊喎。嗱，我咧啱啱而家咧，我有個 project 咧。嗰、那个客咧，个仔咧系列斯联铁粉嚟嘅，系即系个 WhatsApp 都系用列斯联嗰幅相嗰啲嚟，系明咯明咯。佢就好憎希达哥斯达，嗱知嗱佢知道佢好捻好波，但系唔知点出亲佢咧，都系死火，我觉得佢，嗯，系咯，咪即系同我嗰队一样咯，出 PP 一样，系啦，一定要有时间啊，嗱咁嗱，你睇下阵容啦，其实依家就冇呢个谷巴啦，嗯。呢個 copper 啦，你嗰個重建因為重傷啊 copper， 咁我就同我 friend 咧，我個客啦嚇，咁我問佢：喂，冇 copper 喎，點撚樣啊？佢話會出邊個啊？出比拉迪咯，
跟住佢有一句话，咁出比拉迪一定会红牌㗎啦。佢一出佢即刻红牌。即係世事都俾你看透。咁即係都几，即係佢真係好深深咁了，但係即係了。好了解呢个我就问佢其实你觉得今年最大威胁系边队呢？咁啊嗱，两个礼拜前呢佢又觉得佢好撚强嘅地方。唯一一个威胁就系西布朗，佢话咁西布朗系最撚劲嘅。咁而家就西布朗的有佢又有少少担心，因为伤兵都比较多。佢哋波佢又有少少担心。同埋佢嗰个领队班主啦，咪班主啦，勒裤头都勒得几犀利。咁因为咁可能即係唔想再重蹈以前嘅覆辙啦。係咪，但係呢啲嘢鱼与熊掌係咪先，有阵时你唔去投入就好难争取到啲嘢返嚟嘅。係呀，但係嗱，我又有同佢傾过比尔沙嘅问题，前两日傾嘅。就收唔到风话比尔沙即係上手。但系你知道英国啲传媒就好鍾意有少少风就啲嘢噶嘛，就料啦。佢又话如果比尔沙走，佢哋就会揾谢拉特去列斯联啊嘛。谢拉特去列斯联，教紧隔楼喎，你谢拉特。谢拉特肯唔肯啊？唔知道，但系咧，我个 friend 就话咧，球队冇理由会炒佢嘅，除非佢犯咗啲好卵大镬嘅嘢，基本上唔想炒佢嘅。梗唔想炒啦，你除非佢自己走，你知道比尔沙你自己嘅战绩㗎啦，咪先。喂你嗱唔好孤物论同唔好讲战绩，你淨係讲比尔沙继续教列斯联，以佢呢个狂人嘅性格喺凝聚球队魅力上面嗰个商业价值其实已经系好大㗎嘛。係啦，同埋你感觉到其实列斯联系一队有风格有自己独特形象嘅球队，有比尔沙喺度嘅时候。咁你以一个管理层嚟讲，如果你成绩唔系话衰得好犀利，你 keep 到嗰个前列资格，你补到嗰个星巴附加赛资格，喂其实收货㗎喎，真系认真嗰句。嗱你头先讲嗰个球会嗰个形象呢，嗱今季比较奇怪，嗱上季呢佢就喺 Sky Sport 呢转播系最多嘅球队。今年唔系佢，今年系西布朗，同埋富咸。富咸啊，收播次嗰、那个转播次数系多过列斯联嘅。系啊，咁啊，即系嗱，咁即系个睇好嘅程度啦。啊，都呢个应该有关系啦，睇好嘅程度啊。系啦，因为大家都知道转播嗱，即系譬如你咁，你联赛杯嗰啲，你都冇可能转播嗰啲咩森林啊嗰啲嘢㗎啦，你一定係喂曼联车路士嗰啲㗎啦。即係喺 Sky Sports 嗰、那个，因为佢自己有 Sky Sport 㗎嘛。咁你成个观众群或者个选择上面，如果係咁样嘅话，即係佢今年係睇淡啲列斯联喎。咁就嗱，再睇一月份都几决、都几关键，同埋而家仲系早啊，仲系早啦。但系毫无疑问咧，佢都系升班嘅热门之一嚟。都嗱，其实今年头先都讲过，其实好紧凑嘅。咁有几队波，我预咗佢会喺上半版嘅，例如系史云斯啦，例如西布朗啦。咁布里斯洛城继续安守其分喺六至十位，我就预咗佢会出现嘅。查尔顿都系六至十位，我预咗佢会出现嘅嘢嚟嘅。但我就估都估唔到普雷斯顿有呢个位咁样啫。咁啊，仲有嗱，我成日都话大家都而家哇，森林开始嚟啦，今年嗱，今年又出现呢个情况啦，永远赖住个头先喺前半板㗎啦。但系一过完个一月之后，究竟佢出现喺边度呢？我又大胆地做个预测啦。系通常呢你就见返佢喺13啊、15位咁样啦。啊，即系呢一个即系我知道香港都有好多森林迷，但系近年嚟个轨迹啊，真系好难令人去信服呢一件事会即将会发生噶嘛。嗱，其实呢佢好捻耐未上过头二嘅。佢就算上年同前年咧，我记得咧冇上过升班，冇上过直接升班资格，就比较特别啲嘅。嗱，一阵间可以重点讲下森林啊。嗱，我讲翻列斯联先。咁啊，列斯联就讲下少少啲好消息咧，佢哋关于嘅。不过对成绩冇乜帮助。咁啊，比尔沙同埋列斯联咧，就攞咗2019年嘅公平嘅奖奖。哦，就应该都系因为嗰一次嘅情况啦。系啦。
即係同埃拉激戰嗰個事件。係啦，咁啊好值得拎嘅，咁啊的而且確。係啦係啦，咁啊同埋佢就嗱今年咧，佢借用咗一個白禮頓嘅小將咧，中堅嚟嘅 Ben White 啊 ，Ben White 係啦，喂呢條友真係大發言，打得非常之好啊，打中堅。Ben White 嗱，雖然佢嗰個對抗性同埋制衡能力咧係有待加強啊，但係佢用波啊、出腳啊，佢嗰個狠辣度咧 OK 啊，唔似廿歲足球嘅年青人。咦，那個感覺幾鋼條型，幾 Rob Holding 嘅感覺，唔係高斯嚟咩？冇，佢冇高斯嚟咁硬個感覺，都仲係。未有嗰阵老味。嗱，佢控球同埋传球 O K 嘅，中坚嚟讲，传闻咧利物浦咧一月份咧可能出2000咧去买佢。冇错啊，的而且确有呢单新闻啦。咦，真系喎，系喎，真系有啊。即系如果放咗老虎兰嘅话，哇，咁其实好事、啊。佢系咪英格兰球员啊？好似英格兰球员。哇，仲要 homegrown 添。系啊。喂，抵玩啊呢啲。嗱、啊，白礼顿就无啦啦，我觉得白礼顿咧，佢哋拣中坚都几好。嗱、啊，譬如话佢嗰个自家培训嗰个邓克啦，喂，嗰、那个踢咗好多年嘅，大大只只，又唔会话十分迟钝，但系咧都。入选埋国脚添啊，同埋有持续稳定嘅表现啊。嗱，佢买翻嚟嘅咧，譬如话，喺韦根买一个叫一个 Mooney 嘅人，咁又系 OK 嘅表现，又系英格兰佬，再加上个季初又买个咩Webster 啦，咁都几贵噶嗰个 Webster， 因为佢系神防。佢係神防李斯特城想搶個 Webster 嘛，佢就嗱嗱聲買咗翻嚟。OK 喺呢幾個中堅度，我覺得佢白禮頓對於中堅都幾有眼光啊，又無啦啦又出咗個 Ben White 翻嚟。OK 啊，係咪先咁？啲金蛋嚟嘅。係啊，咁會唔會放咧？究竟如果真係二千本地未成熟，你自己用翻咩？喂，Brighton 而家好似仲喺英超啊嘛 ，Brighton。梗系英超啦，白礼顿。Brighton 但都打得几好啊，大佬。佢本地我觉得个叫价可以高啲咯，二千未必得，3000可能可以考虑。系啦，3000呢啲佢会考虑，2000就未必得。系，咁佢嚟个 Ben White， 我记得佢都系即系喺白礼顿，即系半制成分签翻嚟嘅。佢系发，即系佢系源自修咸顿嘅。哦，修咸顿青训出身，咁利物浦又搞件修咸顿佬翻嚟啊？系咯，喂，真系、哦、修咸顿佬跟住个白，跟住先至个白礼顿，系即系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啲中坚位，因为即系事实上即系世界各地都好缺中坚，好缺中坚。而家嗱，集我都话而家买前线好易买，买后防好难买，系啦，买有经验嘅后防更加难，系啦，所以真系啱噶啦，敲下呢啲系啦 ，Ben White， 大家留意一下啦。OK， 咁啊，你睇下先，头先讲咗几对波啦，咁就你西布朗，你有冇嘢特别嘢想讲啊？西布朗，西布朗咪继续阿仙奴球迷继续努力咯，榜首啦，即系。再喺預列喺預期之內啦，一對中堅就你最喜愛嘅阿扎伊達巴特利啦。哇！阿扎伊入咗幾多球啊？暫時我見到阿扎嗱西布朗咧，佢唔係場場都直播啊嘛。咁我當然啦，我會睇翻啲精華，睇翻啲賽果嗰啲啦，睇翻數據嗰啲啦。喂，阿扎伊，但係都係繼續大都市為本色。咁啊，杰比斯又伤咗啦，冇一个正选啦。同埋咧，我寻晚咧，又今日录音时系星期日啦。我寻晚咧睇巴西对尼日利亚咧 ，O K 啊，扎尔真系 O K。喂，屌你老母，人哋喺度老屎忽，根本就攻唔捻到入去。喂，艾科比都好似入选咗尼日利亚国家队。我唔知，我唔记得咗，唔系嗰个，系嗰个，因为有新闻啊，有新闻就话咗 confirm 咗。阿列堡啊，唔系阿科比啊，艾科比，哦，艾科比，咁咧，啊唔系，系阿波嘛，卓巴阿波嘛，哦，卓巴阿波，咁啊，黐鬼咗线，唔系阿扎伊 OK 嘅，你对住泥马啊，
古天奴啊，你屌你老母都 OK 噶，嗰都冇腾腾震噶。你系咪继续 suggest 我嗰队继续？真系谂下点，唔系讲笑，点你又嚟啊？你阿弟系咪先？即系队波咪签下咯，系咯、啊，有大刀侍卫咁啊，你踏入得几球啊？斋喂，但系阿 Chris Willock 咧就。我初头我咪几睇好佢可以喺西布朗站稳一阵脚嘅，但系都依然都未拎到嗰个正选位，甚至乎俾人掟咗去 U 廿三度踢。咁其实我自己就几失望喎，如果以依单 case 嚟讲，唔系咁佢其他嗰啲人劲啊嘛。好啦，阿扎伊嚟讲咧，今年就入咗两卡啊 ，O K 噶啦，中坚大佬 ，O K 啦，十一场正选系咪？是全部打正选咁滞嘢嘛？我其实我都估唔到佢场场打正选，争气嘅你真系争。唔系，我觉得佢暂时可能佢嗰个状态仲好过你咩 Rob Holding 嗰啲添啊。喂，呢、這个唔认同，Holding 状态好嘅，fit 嘅，掂嘅。我最好嗰个而家叫张白斯，你估都估唔到。屌。咁啊，系啦，咁啊，西布朗其实嗱，整体战斗力上面就不用。即系你冇得怀疑噶啦，佢有好教练系咪先？系啦，咁啊，所以都预计喺我哋下一集开之前，佢都应该继续维持嘅情况嘅咁样。系啦，咁样会唔会登啊？会唔会？唔会嘅，你登啫，我啊比较少嘅。唔系啊，屌你，我温准噶，几时有登啊？屌你啊，系啦，唔系诶嗱，提两个球员啦，其实上一集。前嗰集都提过下噶，有一个刚果嘅国脚咧，咁啊打中进攻中场嘅，叫迪安加拿，呢个球员就新化贤嚟嘅，咁啊借仗喺韦斯咸借翻嚟嘅，咁啊表现就越嚟越好，同埋有一个咧咁啊叫彭利拿嘅巴西佬咧，又系借仗嚟嘅，踢翼嘅。嗯，咁啊喺史波廷借翻嚟嘅，表现都好好啊！呢两个球员系咁啊，几有侵略性噶，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嗯，系咪先？咁巴西佬嚟啊，彭利拿，咁巴西佬踢呢个英冠其实都唔系好多啊，唔多啊，咁啊，但哇，两个都进攻球员喎，两个系啊，即系喺上年我哋成日都话。喂，西布朗边路嗰个火力比较弱啦。咪边路佢成日要靠马特菲纳斯咯。系咯，系啊，佢一死火就死火。佢但系佢今年佢真系入唔少翼嘅球员嚟补充呢一样嘢。系啊，同埋比力你知道比力又比较，即系佢都唔会系好保守死守嗰啲人。虽然佢踢中坚系咪先？有啲策略嘅。系啊，佢都几即系佢都几愿意叫啲球员去放胆啲去。去製造攻勢嗰啲嚟嘅 ，OK 嘅其實。OK。咁暫時嚟講，天時地利人和都對佢哋有絕大嘅益處啦，係咪先？咁啊，漫漫長路，咁啊，而家踢咗四分一，咁啊，暫時睇下佢哋再點啊。咁依家40分鐘咯，咁我哋嗱，其實有幾樣嘢仲想講嘅。咁譬如話打比棍，醉酒事件啦，同埋研究下森林啦，仲有想讲少少石洲三啦，因为石洲三又请咗蒙克嘅，咁我哋会后嚟，系啊，同埋米鲁士堡，我想讲米鲁士堡咧，哇，绝对嘅沉沦啊 ，table 咧都几捻大镬嘅米鲁士堡，绝对嘅沉沦啊，大家睇一睇，会，嗱，而家40分钟，我咪系咪开第二节咧？开第二节啦，好耐未开过第二节，系啦，好耐未开过，开第二节，休息一阵先。